台中市今年上半年青年失业率创下历年来新低，市府力推青秀乐台中就业成功方案，让青年毕业及就业成效立竿见影，并且发给就业补助，更推出全国首创的弱势青年就业奖励金，减轻弱势及学贷青年的就业负担。另外，市府也积极协助中高龄者重返职场，银发族再创职涯第二春，有了最强后盾。年轻人创业逐梦面临资金缺乏、店面空间难寻等挑战，台中市政府成立青年一站式创业服务站，提供创业咨询、顾问辅导、创业培力课程，并举办好样市集，让青年学子透过摆摊与消费者互动进行市场前测，提高创业成功率。请锁定中视60分钟。